就利用时间，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哈、其实行程包会比较满的哈，就要不管有没有休息，但平常也都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时间哈，那就多利用机会多跑跑。对我来讲，脚踏实地的在每一个地方踏在土地上的感觉是比较实在的哈，所以还是要多跑跑，才能够更接地气，更了解民众的需求。选举剩下40几天，但是公务还是要推动，都会多利用空余的公暇的时间，参加一些助选的一些活动，全力的赢取选民的支持。